我叫王轩，琅琊王氏之女，母亲是当今圣上唯一的姊妹，是最受先太后宠爱的靖敏长公主，父亲乃是当朝丞相。一出生我就被外祖母养在身边，赐寝殿凤池宫，我在无限宠爱中长大，无论何时我都可以直入中宫，愿意在御苑嬉戏，与三个皇子读书玩耍。太子子龙性子顽劣，二皇子子律体弱多病，沉默寡言，他常因母妃的出身受太子欺负，而三皇子子檀总会温柔地注视着我。在我眼里，子檀哥哥一直都是最好的。姑母入主中宫，母仪天下，成为王氏一门第十二位皇后。我受封上阳郡主，倒比嫡亲的哥哥辈分更尊贵，最亲近的人都只唤我的乳名。郡主啊，慢点，哎，你别摔着。哎呦，别跑！皇帝舅舅快让我躲起来！来，我起来。哎，老五啊，你这是又闯什么祸了？一卷天寒气斗，他无不多只是想办清水图图啊，不想去把太子哥哥办了，他无怕姑姑和太子哥哥骂，只能躲到皇帝舅舅这里来了。陛下。阿武跟朕说了，不过是小儿接的胡闹，太子又是哥哥，自当让着，此事就算了吧。瞧陛下说的，阿武也是臣妾哥哥的独女，捧在手心都怕化了，难不成为这点事情责罚他？从童年到少女青葱，我都像是被华盖稳稳拢住的花朵，集所有光华宠爱与我一身，可我并不知道，华盖之外，九州天下，我曾引以为傲的氏族和家国，早已腐朽不堪，烽烟四起。